有请主持人赵春。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左岩老师。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曲薇老师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，欢迎严老师。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急躁，遇到暴躁，在生活中处处都抬杠。我觉得我只是说了两句，但在你的眼里就变成了暴躁。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而改变脾气，变得更加包容？我也希望你能不再那么任性，学着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。掌声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小赵，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，有请小赵。小孙，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，有请小孙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高中同学是吧？同级同校同学。哦，同级同校不同班是吧？对。在高中的时候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。高中的时候没有表白一下？就是即将高考的时候，啊，在那么重要的时刻你去表白啊？一开始也是不同意。那会儿没看上他？对。后来怎么落入他的陷阱里了呢？都是老乡嘛，啊，然后又在一个地方上大学。啊，是同一所大学吗？不是，就离得不太远，就这样阴差阳错走到现在。哇，你用了个阴差阳错，好像不很满意哈。对。今天为什么来啊？在我的想法里，就是男生嘛应该让着女生，但是我感觉他没有。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他应该让着我，还是我应该让着他？这个问题好难答啊。他一打游戏，然后就带到生活中，影响我的情绪。就比如说吧，打游戏的时候，就是难免遇到坑队友。坑队友，你说你也不能对我吼呀。然后更过分的是，我带我闺蜜，想让你带我们两个上分。你为啥说我们手脑不协调，让我们回家说连连看？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啊！玩游戏嘛，大家一个集体利益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小队。因为我是个代练，然后也是个陪练，然后我就会去指导他们。那你玩的也相当好啊。嗯，还行吧。然后我是为了带你们一起躺赢嘛，到最后说我肯定是十分气愤。你打游戏归打游戏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你不感觉你这样过分吗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我才会说你的闺蜜。难道你这还不懂吗？我是为了他们的技术变好。你这叫指导吗？你这叫指责。你知道指导跟指责差哪儿了吗？差哪儿了？指导就是心平气和的说，但是他指责他就是大吼大叫了呀。打游戏都投机取巧，干嘛让他带着你们躺着上分啊？自己练。但是我想，如果他女神赵丽颖来了，他肯定不去骂他。赵丽颖来了，我也该骂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是我的女神，我希望她变得更好、更完美，所以我要去说她，指导她。但是你没想过，一个女生，然后被你这样特别的丢人。而且她是我的闺蜜，她跟我最好。我就觉得特有意思一逻辑啊，我没想明白啊。我请教一下。好的。为什么我对你好，我非得骂你呢？我不是去骂，我去指导，就是脾气稍微大了一点。以后温柔一点啊，尤其对女朋友要好。行了，没事了。您别说，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兄弟告诉我，女朋友在外面给他戴了绿帽子。我作为一个兄弟嘛，我肯定会看不下去啊。我们俩关系那么铁，然后我就去说了那女生一顿，我感觉没有做错，反而到她那里又说我。这是人机两个之间的问题。你那个哥们儿也说了，他只是怀疑戴了吗？你看着他戴了吗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们俩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我相信他说的话，我就要去帮他说他，能怎么样？认为我是公平的。这是人家两个之间的问题，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，你还去处理别人的问题，你不感觉你管得太宽了吗？我这样做的没有错呀。那你也不能大吼大叫吗？还我大吼大叫？那有一次找你吃饭，你怎么样吼我的？那你也不能上后厨找人家打架去啊。我提醒过服务员，咱们4点钟到的，人家5点钟到的，饭都吃完了，快走了。我4点钟到的，还没看饭长啥样呢？为什么我这么不受公平呢？这世界应该是公平才对的。他也是客户，我也是客户呀。你是找了服务员，找一次不行，你不会找2次？你好好跟人家说呀，你为啥非要大吼大叫的呢？
我大吼大叫是想催一下，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而已，因为我是公正的人。但是你的行为过分，你懂吗？不是你们较那真儿干嘛呀？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在交流的时候，就再气愤，你是情绪会有切换的，你知道吗？双方父母应该都知道你们谈恋爱，对吧？对。怎么样？他们知道吗？啊，你妈挺愿意的。嗯。啊。他会来事儿呀，他。逢年过节给我妈送个小礼物，周六周日跑我们家给我妈刷刷碗干干啥的，我妈就跟他是一个战线上的。你不是挺好吗？但是他在我妈这乖兮兮的，他到我这儿就不是这样的呀。我妈不知道他真实的状态，他真实状态我看小伙子也不错呀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自认感觉不错呀，他总是看不惯我呀。但是我就是感觉你不好，你凭啥就吼我呀？我是我妈捧大的。那个是要毕业了吧，应该大学。对。22对吧？未来去哪儿啊？准备？我现在考了一个教师证，我想着就是毕业了就去我们老家当个教师，然后安安稳稳的。河北哪儿的呀？玉田。哦，你呢？也回老家吗？不是，我都是玩游戏玩的比较好，我就是想以后来做游戏主播。天天都想着没用的，你就总想着你一夜暴富，然后天马行空的。我怎么一夜暴富了？我认为我游戏挺有前途的。难道你忘了有一次？我攒了多久的钱呢？为你买个包包，到时候书简给我剪了，拿剪刀噼里啪啦给我剪个稀碎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剪包是我的不对，但是你有错在先。我为啥剪你包？给你打电话有急事找你，打了5-6遍你没接，最后一遍好不容易接了，我话还没说呢，您给我来一句，我打游戏呢，挂了，然后就挂了，没有下词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有什么急事不能发微信吗？我以前给你发微信是小事儿，你都是两个小时以后回我，但是我有急事呀，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呀。你有什么急事能啊？我感觉你没有什么急事。一天呢，你在超市去买那个日用品，但是你钱没带够，你没有现金，你微信也没钱，你肯定是找我，然后给你转点钱。但是我也是呀，我想让你给我转点钱呀，你给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咱俩现在钱不充裕吗？对，我玩游戏现在没有玩得更好，没当上个主播呢。我认为玩游戏非常有前途，在我的大好年华时间，我打好了游戏，当了一名主播，你也说你成了大家崇拜。而你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想当个老师，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20多岁是女孩最好的年纪，我不想跟你这儿。哎，主持人他是从下午开始，比如没有课都开始打，打到凌晨4-5点，然后再睡一会儿，再爬起来上课，整天是这种状态。不是你听我说，就你当老师，说20岁好年华当老师去了，天天当老师哦，打对勾打对勾啊，90分60分80分，这有意思吗？而我是拼搏，你明白吗？不，你那也没意思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在拼搏，你再拼搏也没意思，你凭什么说人不好啊？咱不要再做职业上面的互相瞧不起和抬杠，没什么，你可以有你的理想，你可以有你的理想，对吧？我问的是你们未来怎么考虑的。你可以当老师啊，你可以当游戏主播，不影响你们结婚吧？但是我就感觉当游戏主播影响我结婚。您说，天天当游戏主播，肯定得天天打游戏吧？然后到最后、那是他的工作嘛？对，到最后身体没了，你是要拿这个钱去买药吃吗？我挣的钱不一定有多少呢，以后为了你们而着想的。但是你没想过，你这个游戏，它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有，比如说你现在20多岁，然后你到40了，你还有这精力，你还有这时间吗？这你就不知道，你也没问过我的理想。到时候我有钱，我开公司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谁玩游戏啊？你是开代打公司吗？我真的，主任就是抬杠，你会想想这怎么办吗？我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性格上都有点小较真儿，对吧？想结婚吗？你想结婚吗？我肯定是想的呀。是想跟他结婚吗？那肯定是想和他结。你想结婚吗？我想。你是想跟他结婚吗？是。所以我说没什么大事儿嘛，你们还吵什么呢？但是我不愿意。那你不是想娶她呀？我是想娶她。那你啥意思呀？但我会，比如说有些空闲时间我会看她，但是。哦，就你一个人做游戏主播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她留在老家是吗？对。就是你打累了的时候，你回家充电去看她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他为什么不能陪着你呢？就比如说我平时打一场游戏吧，在比如说玩游戏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把那个拿来，那拿来，我等会儿。”“哎，你把那拿来快点呢，我等会儿。”“你有完没完啊？就知道玩。”就这样跟我说。你们把这件事儿想清楚了，孩子啊。过去叫玩游戏，未来你是把它当职业的。打游戏作为一个职业太痛苦了。你玩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。你变成钱的时候，就真想做钱的转变的时候会非常痛苦。你想，如果你未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，对吧？我相信他不会再打扰你，因为那是你在工作，对不对？
跟玩又不一样，所以你都没想清楚，你们俩在这乱抬胡杠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我玩游戏也是挣钱呀，但是他还是在总和我吵和我闹。挣钱不代表是职业。因为你没在乎我呀，所以我跟你闹。行吧，别吵了。你们今天来到底是要干嘛呀？就是到底是要解决抬杠的问题，抬杠解决不了，把你们俩拆开了就解决了。对吧？我又不想拆开啊，又不想拆开。那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看你们俩其实也挺愉快的，都抬成这样了，你说你还要嫁他，他说他还要娶你，那你们要干嘛呢？虽然是抬杠归抬杠，但是心是在他那儿。比如结婚了，还是天天这样过日子，我感觉到最后，也许真的很有可能还会因为一些琐事，听明白了，到最后，知道了。两个人都想在家里做老大嘛，抬杠的目的不就是？我是正确的，听我的嘛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你俩特般配，你们俩性格上非常的协调。但男生有一个问题，你逮谁跟谁发脾气，逮谁骂谁，啊，还想骂赵丽颖。你问过赵丽颖的意见吗？而且你自己有一个神理论，就是我骂你是为你好，其实你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已。在吃饭的时候跟人家吵架，你刚刚跟我讲了一个词叫公平。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相对公平的，我们努力的去创造绝对公平的环境，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路上。所以如果你拿着一个公平的理论放在这儿，然后只要是违背你思想观念当中的公平原则就要去骂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你要骂的事情太多了。当你的这个骂碰到了另外的那种非常极端的人，他需要用武力去解决的时候，你就又处在另外一种危险当中了。有一个名词叫垃圾人，你如果真的碰到他们，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结果非常的显然。所以人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，要懂礼仪、懂礼貌、懂正确的表达方式，而不是所有的事情跟你爱的人、跟你不爱的人、跟陌生的人全部都用骂来解决问题。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你是优雅的；当你能控制你的心态的时候，你是成功的。而显然，你对于对方的距离还太遥远。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一直都在你们这样彼此打打闹闹、吵吵闹闹当中和谐的向前发展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。你们已经认同这种相处模式了，事实上。而未来的规划，没有人会告诉你到底是应该去小城小镇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好，还是去外面选择一份没有结果未知的事业进行挑战更好。两个人都愿意在一起，就是更好。所以爱情方面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，但性格方面需要调整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爷老师。来，曲总，其实听你们抬杠了这一整场啊，没听出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想了几个问题。你们为什么互相这么抬杠？其实你们现在感觉就是没有问题我要制造问题，显得你们之间啊有很多的共同话题，你们之间是很多的交流都没有营养。这种营养呢并不是这件事儿本身，而是这个营养对于你们感情之间的增进有没有营养。没有。你们真是跟谁都抬杠吗？我感觉在外面没有什么，就是一在他的面前你就喜欢跟他抬杠，就是吵一下。不敢跟他母亲抬杠吗？如果你在打游戏，他母亲说来一下，你不赶紧放下手中的这个游戏赶紧过去吗？对不对？你在他母亲面前你是会做事的，为什么你要跟他抬杠呢？决定于你们俩恋情能不能往下走啊，中间必须得出现个事儿。而你们在抬杠的过程中呢，谁先放手
谁先服软，也就是他说的谁应该怕谁，那会儿才能决定感情能不能往下走。因为你们之间没有过说谁怕谁，如果不抬杠就是我怕你了。怕你什么呢？是怕你生气，怕你伤心，你们现在都没有。谁先服软，你们的感情说明就能往前走一步。如果感情当中谁都不服软，谁都觉得谁应该怕谁，那么你们的感情很快就会分解了。出几件大事儿就考验了，谁先不抬杠，谁先说我们别吵了，我们把这事儿给规划一下，那说明谁就先成熟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刚才左岩老师说觉得你们俩特别的般配，其实我有相反的态度。你们彼此在一起真的是一种消耗，没事儿你们用一种彼此抬杠、彼此争执的方式把两个人贴在一起，但是一旦有事儿的时候，抬杠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共同面对事情，我觉得你们俩从来没有这个准备，或者说我不认为你们两个有能力去共同面对事情，甚至你们俩都没有学会共同面对生活。能坐下心平气和的聊天吗？能共同简单的分享我们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吗？我不觉得你们有这样的能力。你们之所以这么久还在一起，正是这种相对激烈的方式彼此缠绕着走到了今天。但一旦生活将来趋于平淡，你们的爱情往哪里安放？一旦出现了重大事件，你们的心能往一起走吗？能经得住考验吗？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，这个是推动我们人类向前进步的，就是人会模仿，你抬我一句杠，我回两句，你发脾气我比你还发脾气，你们俩就彼此在这种镜像神经元的互动当中脾气越来越大，甚至不管不顾在外边也发脾气。所以我说你们是一种消耗，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你们不觉得哎，反正我们吵吵闹闹就这样过下去了，实际上消耗到最后两个人都在受伤害，都在退步，都没有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有营养的感情，我们是在互相模仿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在进步。你看他包容，哎，我也忍忍自己的脾气，他上进，哎，我也少玩会儿游戏，他对生活有规划，那我也不能太落后，这样才能进步啊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固然分不开，但我不看好你们长久的发展，也希望你们在这种消耗当中能够想明白，真正有意义的生活、有营养的感情、能够成长的关系是什么。我希望你们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宁叫一个抬杠的鬼，也不叫一个嘴甜的贼。我说这句话指的是女生，我觉得女生是相对直率的，你应该不是跟谁都抬杠，你善于直话实说，是吗？对。但是男生喜欢怼人这一点，我倒觉得有些细节上是我不喜欢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怼的都是弱者，比如说怼服务员啊，比如说怼她闺蜜啊，但但凡是强者，你多半都不太敢怼，是个欺软怕硬的人，而且还是个见风使舵的人，所以他在别人面前是个样子，在你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伪君子，会有一些不真实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吵架的问题，吵架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，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这个男生他有两面，截然不同的两面，而且其实在与你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他对于你们将来的规划以及对你的真心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透彻。生活过成段子本身没什么，但就像曲伟说的，段子本身得要有生活的沉淀和营养，但是你们这样互相蔑视对方的爱好工作，每次吵来吵去都是因为一种情绪所致，而没有真正生活的探讨，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含金量低了很多。你此时此刻要把你母亲所有的意见和对她的印象都抹去，你去好好想想，在生活当中她对于你真实的爱的付出到底有多少。但不管你们在不在一起，我都建议你做你的老师，她去打她的游戏，你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回顾这段爱情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傅老师。我知道
抬杠抬归抬，情感还是在的。你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之后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选择里面放太多的功利心。这个功利心是什么？所谓的挣大钱成大利。如果不成呢？就你现在压上了所有的东西，你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因为它有可能在这个时代或者这个阶段让你成大名或者挣大钱。如果不成呢？如果不成的话，至少我拼搏过了，我无怨无悔。哎，你看，叫无怨无悔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出现了，你在这个路上，可能你丢掉了你太多人生最贵重的东西。女生也应该想清楚，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交往的这个男朋友，在他这个阶段的人生价值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自我成功，不是你。那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段感情，你来做决定吧。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说实话嘛，我玩游戏也是为了我的梦想，而我即使是成功了不带你去，也是怕你打扰我，或者是我耽误了你。因为这条路我知道不好走，到最后很有可能一无所有。我不希望你去陪着我那样过日子，我只希望你好好的，还有就是希望你多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不要再吵。我最难过的就是你把别人看得都太重要了，然后你反而忽视了我。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有你，只是你认为没有时间陪你而已。请亮灯吧，谢谢两位啊，请回来，请关门。就最后一段我看的还挺有感触的，你真要去追梦的时候，你就别招惹阻碍你追梦的一些东西，因为人的精力就那么多，当你全心全意去追求的时候，你总会辜负一个人。很多人说我工作和事业能两全，我基本认为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靠谱。为什么不靠谱？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，你的时间就那么多，你的精力就那么多，你怎么可能既顾及了这个又顾及了那个呢？所以大家想，你不要说生活当中你可以得到一切和所有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收起那个贪婪，来，请开门。您要都决定回来了，您就乐呵乐呵吧，生活的别那么扭。我决定在一起，那我就意味着我今天为我的决定负责，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别那么拧巴，知道你们现在分不掉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
不知道我们的爱情为什么这么生分，连一个正常的拥抱都这么难。我是一个慢热的人，这段关系走向亲密还需要时间。我真的已经等了够久，但却没有看到你为我做出的改变。可能只有你愿意陪着我慢慢走出来，我们才能真正走下去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李，22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；小涛，22岁，来自北京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，对吧？对。谁追的谁？我追的她。现在是你的女朋友是吧？嗯，算是。干嘛算呢？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就现在他就不想跟我搞。就是我有点传统，我希望他能多给我点时间，等一等我。我俩的感情不是特别纯粹的，就平时出去吃饭啊、逛街啊，就拉个手、拥个抱都特别困难。而且就是说，什么叫特别困难？而且就出去吃饭、唱歌、看电影什么，他都跟我 AA， 就感觉把我当外人。而且就是他的恋爱观有点那种悲观的那种，我总说他，然后他就也没法改变，我就有点手足无措的。咱憋一口气啊，你一口气说了太多的事儿了，咱慢慢说啊。就我们刚好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带他去看电影，然后我特意挑爱情片，然后我特意就是订的票就最后一排，就人少嘛，到时候可以拉个手啊，搂一下这种。然后挑错了，挑恐怖片儿。到中间的时候，我拉他手，然后他就躲开了。我就以为是他矜持嘛，女生矜持。然后第二次过了一会儿又弄，然后他就直接就叫了一声，然后就站起来就走了，直接。因为我觉得一个月时间有点太短了。现在拉过手没有啊？我拉过了。谈了多少年了？谈了一年了。但是就我们现在还就没有接过吻。因为我的家庭父母都比较传统，然后对我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。不是这个，我觉得就接受程度可能要慢一些。就跟我身边哥们儿什么，他们知道这事就天天笑话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跟你提这事，因为就是因为看电影那事儿，那回咱俩吵了一架，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主动了要求。但是我不是说，咱俩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呀。就是俩人在一块儿，一个就是关系到那步，然后就是会有这个。而有的女方就比较柔弱嘛，他们可能就觉得，我要依靠他，然后就可能会主动要求拉个手啊，就是我们，但是我们出去从来就没。我们明白，就是在你的这个理念里面，认为这是情不自禁的，对吧？对。两个人相恋，有一些亲密举动是应该是情不自禁的。对。女生是觉得说我得控制着，对吧？是，就接触程度慢一点。行，没那么快。这事儿我们就放在这儿了啊。第二概念叫 AA 是吧？对，我们就是平时出去吃饭、看电影什么，就都跟 AA， 但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，比如说吃饭前吃个饭就100多块钱，他就会问我多少钱，或者是看那账单，就是说精心的个位，然后下次就出去吃饭或干嘛，他会请一顿差不多的，然后比如说送他个礼物啊，他都会就是说还一个或者不要啊。然后比如说吧，我记得有印象特深刻，就我请他喝了杯星巴克那天，30多块钱，然后转了几天嘛，他就给我突然我打游戏呢，突然转过来一个支付宝转账，我说干嘛、啊？他说这是那是喝咖啡的钱。哎，我倒是可以理解，喝杯咖啡你也转，这干嘛呢？就是因为你怎么想的，姑娘？就是他说我哎，其实是基于他，我看到他在学校特别的在乎钱，而且还算计是我们同学的钱，我就觉得，我哪算计同学钱？就比如说给同学去买个东西，然后他要收一个跑腿费，都是熟人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，这人太杀熟了，没有同学的情谊在。我觉得就联想到我们的感情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就是用他的钱，这样不太好。那我也没挣过你钱啊，对吧？你没挣过我钱吗？我多少？就是在大学，我俩还没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俩不都是在外联部嘛？啊。然后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在他的朋友圈里边发各种各样的小广告，见到我还各种就是给我推销。然后我实在抹不开面了，我就买了他一个东西、啊。结果我同学跟我说还贵了好多钱。你这叫没赚我钱吗？那是卖别人也是那么多钱，我没说卖给你就比别人贵吧？但是这卖东西买东西就是我愿意买，你愿意卖，他说。比专柜便宜哈。对，所以你这么说，我就很难不联想到咱们俩现在的感情。因为这个事儿，我总说咱俩跟天天这样，就跟拼饭、拼车、拼友似的，有什么意思？你都没把我当自己人，对吧？他就说啊，那天看那个电视剧，说现在好多那种分手之后渣男的报复，我付出多，他就会，他就亏欠我，跟我怕给我沾点什么似的。这就是你说的他这个恋爱比较悲观是吧、就是你想，你是害怕沾了他花了他的钱之后，万一你们俩不能在一起。他报复你是吧、啊？我当然不是说认为他是这样的人，我是相信他的，就是说这件事难免会在我心里面。但是你做法是这么做的嘛？但我觉得就是应该男的花钱，就是我对你，我也没有说抠抠缩缩干嘛干嘛，都是你提的。哎，咱们中国传统就是男的应该多花钱，而且就算咱分手，我也不是说送什么贵重要回来，或者是
啊，我背后说你什么什么，对吧？但是有一点其实挺好的，说明姑娘第一是清醒，第二还是挺独立的。你应该高兴啊，找到这么一个女朋友，挺开心的呀。啊，就是还有一个，就是她发朋友圈啊，她不知道哪找来句子说，恋爱不是必需品，哎，恋爱是保养品。我身边好多同学嘛，都看着就问我，就感觉我是不是不太重要这种。我觉得你只是主观臆断，我其实不是这么想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干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，互相让自己变得更好，然后再去经营爱情。我没有你想的那样是消极的。你喜欢他吗？啊，喜欢。真喜欢他吗？真喜欢。哦，你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呢？喜欢他坦诚，有责任心。哦。然后善良，有孝心。哦，这有孝心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就是我们俩平时在一起不是有兼职嘛，然后兼完职之后他都会给他爸爸妈妈买一些礼物，哦，一些保养品，评价不低，很高。哎，说孝心我想起来一事，今年国庆的时候他把我领家去了，都带回家了。对，他，哎呦，你们家那按你那个传统的说法，这就算正经的准姑爷了哈。对，就是他七五大姑大姨都一块吃饭，吃完饭之后那回就不高冷了，头一回还主动牵我手，还给我夹菜，给我什么，给我披衣服什么的啊。然后他妈妈就感觉还不错，然后给我一红包，走之前就啊，就是2000块钱。可是回学校之后转过天了，他就把那要走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看了他对金钱上特别计较嘛，我觉得咱俩还是金钱独立一点比较好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父母礼节性的这么一个事儿，如果要是他父母给我的话，我也会给他返回去的。因为你妈妈给我钱，我肯定是到时候会找机会，就是会还给他，或者那我就不是替你做了吗？但是如果你这样，就是你来要走的话，感觉这就是你把我当外人了那种。还有一点，这次他为什么把我领回家？不是他觉得行了，是他妈妈从小就是给他说，就男人就不太靠谱，不太相信。然后我俩搞对象之后，他妈妈知道就天天问东问西的。然后总问他们，然后他就不耐烦了，说他妈妈叫他把我领回家，他回家之前就教我好多好多东西，说怎么有礼节，然后他还就是一点不高冷，然后表现出来，就是其实带回家就是为了给他妈妈看。爸爸呢？他爸爸也在旁边看。我一直说妈妈没说爸爸，所以我问一句，就是我妈妈可能会比较在意我们俩这个关系吧，他可能会担心一些。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是吧？是的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像他那么说的。我妈妈其实平常没有像他说的那么恐怖，就说那么极端，说男生都不是好人，这是他自己想的。行，所以你的感觉是他太冷了，是吧？对，高冷那种，就是我感觉不到那种爱，对，我感觉就是一个备胎的感觉。备胎？不是备胎。但是你心里是喜欢他的。嗯，对，可能是我的性格让他觉得我有些不太喜欢他了。啊，那今天你来干嘛呀？今天他要来。啊，那你为啥陪着他来啊？因为我想陪着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咋解决啊？你的观念已经都根深蒂固了。就是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，但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时间等一等我，但是我感觉他好像不愿意等我那种感觉。都就是有点接受不了。我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啊，就是有可能我们这节目成为你出吻的地方，是吧？不，什么？就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成为你出吻的地方，是吧？啊。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跟你讲啊，小涛，就是我们很多大多数的女生，一般来讲前3个月就是热恋期，我们会深情地凝视我们对方的那个爱人，就那眼睛恨不得就看他，然后就拔不出来了。
来，曲总。这个女孩呢，其实并非有什么问题，我个人觉得没有。她可能现在啊，还没有真正的爱上你，现在是喜欢你。由此可见，你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。比如说，她可能会觉得你太过于看重钱，可能在钱跟情方面呢，她觉得你还不够表现出对她的那种好，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甚至于有时候你的急躁也是你的不对。真正爱一个人是要体谅他的感受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再过半年就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啊？我们的感情难道是说以时间为衡量的吗？很多年的夫妻也可能分手啊，也可能离婚呢、啊。关键是你要持之以恒的，目的单纯的去爱这个女孩，甚至于爱她的一些特点。只有当你做到了这些，让她打消了顾虑，她才可能放弃现在所谓这种悲观的这种看法。的确，他现在状态给我们感觉就是随时可能就想跑，因为他不敢轻易的开这扇门呢，让你进来。这扇门给你开了一个缝儿，能不能打开它，真正的进到他的心扉里面，要看你的诚意。女孩呢，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觉得不会爱上他。他就是一个比喜欢多一点，但到不了爱的程度呢，也别委屈自己，因为可能他不是你希望的想遇到的那个人。真正你遇到了让你心动的人，可能你真会情不自禁的。如果你出来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那个节点要跟他进行更进一步的举动，但是至少意味着我接下来会用更多的热情来了解你，并且让你能感受到我对你的好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要不要问啊，因为我知道问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，我是为了你好，姑娘，所以我要问一下，刚才主持人问说一直讲妈妈，一直讲妈妈，爸爸呢？因为我是离异家庭的，就是我爸爸那边再婚了，然后我妈妈那边也再婚了，所以说可能导致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敢相信别人，所以。刚才其实男孩是犹豫了一下，他爸爸，然后你很快的接着说，我爸爸在旁边啊。其实你不太想面对这个问题，对吗？也不是，其实我上这个节目，其实也想问问老师的意见。就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成长背景。那我倒不是完全觉得你是不喜欢这个男孩子，所以拒绝拥抱。其实我相信可能是父母的离异。让你对感情会有畏惧，你会担心受到伤害，你会担心说我付出真情，或者我打开心门不那么理智地面对感情，我如果让自己的情感让它自然地流淌，也许我会受到父母之间的那种不愉快的结果。老师有这种可能性吗？就是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父母之间的太多互动，然后我就是也许不是畏惧，就是不会去跟异性这种亲密的。对，你是跟着妈妈生活还是跟着爸爸生活？我就是两边都有。其实你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状况下成长的，就是我们大部分建议说，如果真的父母双方分开，是给孩子一个稳定的话，你跟妈妈或者跟爸爸就是相对稳定的啊，所以心中可能会一不了解如何和异性相处，二其实心中有深深的不安全的感觉，这个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。但我想给你讲的是，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健康很好的姑娘，你看你去努力的和这个男孩相爱，你有勇气来到这个舞台去打开内心的这些不愉快的过往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啊。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可怕，感情没有那么可怕，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不愉快的结果，而且即便我们现在年轻，有可能我们的爱情不一定就走到了婚姻，但是你要相信，曾经的每一次牵手，每一个拥抱，每一次亲吻，那一刻是幸福的。我们总是活在当下啊，你连当下的幸福都不愿意去享受，你不怕错过太多的美好吗？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多一点点勇气，去好好的享受当下。你看这个憨憨的大男孩，他真的很喜欢你。他其实一直知道你的这样的内心的背景，所以一直在等你，对吗？无论将来能不能跟他结合在一起，
我们去拥有眼下的幸福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小伙子，我就说一句啊，我觉得你其实真是挺不错一大男孩，真心希望和他能够进一步的去相爱。再坚持坚持吧，给他多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多一点能够呵护保护他的能力，让他真的愿意打开心扉和你好好相爱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矜持啊，不等同于要清高。想对你说一句话之前，就是来之前就想好，想对你说就不谈这段感情。如果就以后你对同事啊，或者是别人啊，都是交往的时候，不要就像刺猬一样，就把自己套在里面，就要敞开心跟人家心与心的交流啊。我想这样对你好，可能因为有的事情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，就是跟别人接触像刺猬一样。只不过是你觉得我跟你亲密接触的时候，有点接触程度慢，你就主观的那么去想，还
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为你做出一些改变，但是只是你现在不愿意给我时间了，你不愿意等我了，我希望你能多一点时间给我。嗯，就这样。请亮灯啊，回去吧。还是那句话，在门里面的时候问问直觉。谢谢你们，秦辉啊。来，请关门，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问，我和男朋友是异地恋，最近一年都是我主动坐车去找他，我很没有安全感。我每次问他的时候，他都说爱我，让我别乱想。可我现在发脾气时，他只会冷战，也不哄我了。每次和好都要我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。这一年，我们已经分手不下十次了。这段感情要上赶的不是买卖，爱情也是这样，弱势的追求不如强势的吸引。至于你们这段感情是否要坚持，先看看你能否坚持不去找他，再看看他能否来主动找你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，伊贝诗纯肌水，纯净保湿，实时水嫩。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，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，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